那我现在开始录影了。检测完毕哈，好，老师，你可不可以跟他讲一下，跟我们讲一下，我做一个录影记录，因为我回去要写成那个，要写成报道的。那你就照你妈妈就好。啊，照妈妈就好，没有，我照这个。这个有正常跟。是，度跟中度还做度啊，它是胆固醇结晶有点高，这样就哦，是，然后肠胃功能，这个就轻度了哈，嗯哼，这个很不错，嗯，肝很不错，对，胆呢，结晶中的蜘蛛，那个中胆汁酸增高，其余的都还不错，哦，这个也不错，照顾的蛮好的，但尿蛋白是中度异常，哦，肺功能不错。神经有轻度减退，骨呢？骨头是轻度异常，全部都轻度异常，哦，还有一个风湿系数，啊，还有他的骨钙素啊，啊，中度这块不错。血糖呢？血糖肝血糖怎么样？血糖肝，血糖是 OK 的。这个地方呢，不太准确。啊？这是参考嘛。哦。维生素 B12 比较缺乏。哦。哎，你母亲哦，因为是年纪很大，这是正常的退化症现象，不然她本身应该是还不错。是我妈妈五年前我带她去做老人健康检查，说是健康老人。对呀，啊，她是因为年纪大，因为那个细胞哈，哦，的那个有时效的，细胞它那个是，你看你妈妈这个都不错呢，她其实是，本身体质是算是不错的。嗯哼。人真的年纪大了，嗯，是真的是，你看你几岁了？我在说报道，我先不能告诉你，完了之后我再告诉你。妈妈算是很高寿呢。是。我把这个印给你好吗？好的。还不错，你真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参考了，这仅供参考，不做诊断结论。